大湖的草莓酒庄，像里面就有那个草莓酒的试喝，草莓气泡酒啊，然后草莓冰啊，然后草莓香肠啊，草莓鸡排啊，好多跟草莓相关的东西。然后我们从饭店退房了，那附近就第一个景点就是这个大湖的草莓酒庄，实在是太多跟草莓相关的东西了，除了有生的草莓，然后还有很多，像里面就有那个草莓酒的试喝，真的，我刚已经进去试喝了四种酒，我现在非常犹豫，一轮犹豫到底要买哪一种，应该是会买，目测到的还有很多东西，比如说像是草莓气泡酒啊，然后草莓冰啊，然后草莓香肠啊，草莓鸡排啊，好多跟草莓相关的东西哦，到底要吃什么呢？还有草莓泡芙，对，各种，实在是太多东西了，好，就逛一下，来去逛逛，耶、yeah。那草莓酒庄本身有停车场，但是是要看运气，大概就只有停20台车左右。我在这边看到好多虫虫，哇，好可怕、喔！这不知道什么虫，好多、喔，表示这个看板也很甜。这是酒庄限定的虫虫，那就有很多这种小店家这一区，一楼的部分，然后二楼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展区。嗯，来，菜包包出来看看哦。哎，这边有草莓牛奶是吗？我可以喝草莓牛奶。这是草莓牛奶。草莓跟鲜奶去打的。看到喝到草莓牛奶有那个吗？恋爱的滋味，对，恋爱的感觉有吗？好像没有，我觉得好像也还好。我觉得我在喝果酱，有点，它有点果汁，对的那种感觉。这个是、欸、这个是什么？草莓雪花糕、草莓水晶饺、草莓鸡腿卷，各种东西都放进草莓里。还有草莓什么综合丸汤，好多、哦、金牛角，还要打泡面，草莓打泡面，这个泡面好炫哦，好多草莓，各种草莓入菜。这是冰淇淋。然后香肠，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吃一吃就会，这午餐又不用吃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草莓鸡排那不去啊？我唔知呢，无看到，等一下再看。入口的这个大草莓，那我们先跟大草莓拍一下照好了。这个。进到一个粉红的世界。哦。柜子上的东西几乎都是粉红色。真的，粉红甜心、太阳饼、蛋卷、卷心酥、草莓酥，全部都是草莓。欢迎来到草莓。哎、欸，终于有不吃草莓的了。别，这感觉放错地方，跑错棚了。这不是沙琪玛吗？各种草莓，牛轧糖、草莓冻，这看起来还不错、哦。对，哦，这有大福，爆浆大福，12路，我说它有开，哦，它是长这样子。真的好小一颗啊！这什么香皂？对，草莓肥皂。这边一颗一颗，那种摆在家里，我就会被小孩拿下来咬。40路的棉花糖，它事实上我觉得也很像大福，只是它外面的皮是那种棉花糖的。哦，又有剥皮辣椒，这是农产品就会出现的东西。然后豆腐乳，这是桂花酿。还有草莓乖乖，哎、欸，这倒是挺特别的，这是大湖限定的草莓口味。这里有比较精致包装的桂花酿，这是果泥雪条，嗯，这个像是寄卖的，所以它不在活动范围内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超贵。一条70-80，嗯，然后里面会有那个草莓。逛一逛，决定要来买这种散装的果冻，一颗十块，然后有草莓、芒果、梅子、茶冻跟百香果。你需要什么口味？给我两颗草莓，还有嘞，两个茶冻，两个百香果。耶、yeah ，那你要买乖乖吗？1包40块。不要。你想要它的冰淇淋？正在想。好，它是用什么？四方牛奶。四方牧场就在我老家旁边。哦，这是麦槟榔，天然果冰，但他没有说它是草莓。那就吃四方的好了。好，草莓鲜乳冰，在
酒庄农产品推销里面买了一个冰淇淋，就是鲜采日记四方牛奶跟大湖草莓合作的冰淇淋，然后买了一个这个樱桃草莓冻饮，那就是有樱桃果肉跟草莓果肉，然后去做加气泡水去气泡冻饮。对，我们现在在这间叫做秘密基地，他之前看网志就是有卖那个草莓鸡排，但他现在也挺卖，他现在只有卖喝的。然后搅拌搅拌，在太阳底下就会漂亮的粉色。蛮好喝的，下面是草莓冻，然后上面就是淡淡草莓香的气泡水。毕竟我很爱喝气泡水，真的很好喝。它没有草莓香，这茶叶蛋没有草莓花。它可能有用草莓醋下去泡之类的。好，它有啦，它上面写草莓茶叶蛋，所以应该是有一点点吧。那有可能会有一点点余味，或者是插上草莓叶下去泡。我们现在尝尝冰淇淋，不然它等下就融掉了。哦，还好。然后现在的冰淇淋都是里面有做汤匙，对，还算方便。那这做这个的好像从哈根达斯开始吧？对啊。有浓浓的草莓香吗？有草莓香。然后它质地也还蛮润滑滑顺，有点像我们刚刚在试喝的那个草莓牛奶，对。毕竟它也是用鲜奶下去打成的这个草莓冰淇淋，这还不错吃，只是它这样一盒要65块哦。然后我刚刚喝了它这个草莓气冻饮之后，发现它下面其实是有那个果冻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，草莓冻，就是它真的名副其实，该有的东西都有。对，要一次满足各种不同的东西，气泡饮啊、果冻啊，然后草莓，这里面通通都有。对，然后你还可以点加樱桃或者加覆盆子。有不同的多一点点的口感，那这样一杯是80块。在等待这个茶叶蛋变凉的同时，我们去买了一根草莓香肠。对，这感觉是来这个大湖这边必吃的东西。然后一根35块，它滴油了。哇，下来了，这么可怕？对，好，那我们先吃茶叶蛋，看一下有没有草莓香。这样一颗20块哦。闻起来是茶叶蛋的味道。我觉得它是一个有别于一般茶叶蛋的味道，要说那个是草莓香的话，我就觉得不太像坏掉的草莓，就是没有那么浓的草莓香，但是草莓叶吧，跟一般的茶叶蛋的味道是有一点点不一样。然后这个20块可以来试试看。现在虫虫入侵我们的座位了。好了，他说是我们入侵了他的座位，说不定这里原本是他的座位。哦，有可能。好，那我来吃香肠。我觉得香肠的原理也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出它跟一般的香肠的感觉不一样，但是你要说那个是草莓的味道，又没有那么草莓的感觉，但是它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个口感，淡淡的香气。对。那刚刚有听了一下，这里的草莓香肠是用那个草莓酒下去腌做的，所以会有一点点草莓酒的香气，然后就看它放的比例。好吧，自己来试，无法言喻这个感觉。手上拿的是什么？你戳到眼镜了，等一下，防自己给卡住了。然后我们逛一逛之后，又决定买了这个，这个是草莓大福，1颗60块，现做的。对，然后就吃一下。冰的皮，然后配上冰的红豆沙馅，然后在里面塞一颗大的草莓。你还没吃到草莓？有哦，有哎！我想要讲的都被他讲完了，所以我负责吃就好。哦，然后基本上因为它应该是红豆泥的那个馅是冰的，然后就吃起来就有一个冰冰凉凉的感觉，然后就是红豆泥跟草莓混在一起，就是草莓大福，对，还不错。就是一个草莓甜点的 feel。来这里什么都有草莓。对，